些错，我们都要负责任。是否我爱了不该爱？前边技术员站在那儿是个井口子，又把这个管子挖到那儿，跟那儿井口子连在一起。摆一下，现在让车横着，跟管沟垂直90度，这样挖。这边就挖的差不多了。就剩一个车的宽度了，给它刨出来，把这个沟给它刨出来就行了，能下管子就可以了。你们挖管沟的时候，两头对接的时候是怎么挖的？是不是我这种方法？如果是链板挖这个，它那个链板啊也不敢往上骑，全是沙子，也没办法骑。三条沟已经挖掉两条了，明天继续再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